怎么了？你爸我爸打起来了。他俩不是在一起喝酒吗？怎么就打起来了？谁赢的？那这是我爸赢啊。怎么可能？我爸那么厉害，不可能输。我爸说了一句话，一把就出了。什么话呀？一句你不要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回来了，看我黑的吗？为了十月六号那一天。老总，你回来了。你干啥去了？我交电费去了呀。那屋里谁呀？咱爸妈今天起早来的，你不知道呀？老两口累完了，搁屋里睡觉呢。我还合计醒了，领他们下楼吃点饭呢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你去哪？儿子，这两天我要出差啊，你在家老实点。第一，不准夜不归宿；第二，不准带你那些狐朋狗友回家吃饭；第三，多帮你妈分担家务。听到没有？哦。你说完了吧？该我说了。说完了。第一，不许沾花惹草；第二，不许花天酒地；第三，挣钱了少花一点，留点给儿子娶媳妇用。岳父，现在开始管我了。你不要冲我喊，两军招战，不斩来使，这是老妈让我对你说的。你妈说的。啊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没吃饭啊，大点声。听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你不是帮爸爸搓澡的吗？一样受不了了。爸，你妈妈这些一点点的，都不要卖。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问我妈。消消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哟。今天打扫卫生，不小心把他车摔坏了。不是故意的，别生气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这钱给你，出去买点吃的。儿子，你别生气了。来吃水果吧。要不爸爸再给你点钱，你再去买个新的吧。爸爸，嗯，我跟你讲个事情，嗯，为什么你是男孩子还怕妈妈？嗯，你们两个孩子怕？我们两个肯定不一样，我们俩是小孩子，你是大孩子，她是我们的妈妈，又不是你的妈妈，你不知道所有的小孩子都怕她的妈妈呀啊！我们吃她的，喝她的，你又不吃她的，而且你还是男孩子，两下子把她击败了呢。我不是怕她，我是尊重她，我让她开心了，她就不会凶你。我是为你们两个着想。你不要找借口了，好不好？你明明就是怕老婆，还是为我们着想，啥也不是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！赶紧把我爸接一下。嗯？这什么玩意儿？爸，你哪里捡来的？旁边拆老房子，我在垃圾堆里捡的，看着像古董。哦。赶紧上去叫你老妈搞饭吃，肚子饿了。好。这你别笑。爸，这么脏，丢了算了。丢了干嘛？其实我还挺喜欢的，想让你把它送给我。我那么大老远捡回来。我去。一百。我差了100块钱吗？300。500不能再多了。成交。有人。啊！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
米知道我考得好，他都哭了。嗯、真的吗？他都替你感到高兴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比他考得高。你这是塑料闺蜜吧？才不是的，我们和他商量，下一次我要比他考得低。为什么？我考得好了，你们才奖励我100。他妈说他要是比我考得高，奖励他500，他说给我250。这个数真适合你。你别叫我爸啊！妈，这个数是谁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今天实在没有招了，我让我朋友装外国友人给我骗我点钱吧。好的 OK 走。Hello I like you OK OK 国外的嘛，国外你分分死嘛，你过旅游我也就希望你看看你，俺俩遇上了、哎、呀遇上了嗯。还多大了？吓什么呢？哎呀，别问了，能听懂吗？他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哦、吃饭没吃完呢？没吃。上次你妈忘春饼吃春什么饼啊？春饼，那外人来钱还春饼，那钱要出去吃了。那出去吃，出去吃，要不好看呢。多客气一天。300够了，别整太贵的。哦。我买点别的。到邻居吃点好的啊、哦！300元吃的不好，300元吃。我回来拿了。哎，爸，你去哪弄了这么多杨梅呀、啊？今天去摘了，准备泡点杨梅酒喝。杨梅酒，我帮你泡吧。你会泡啊？这么简单，我来，你去歇着。李传，玫瑰花的葬礼，葬关于你的回忆。孟广，走，可回家？不可了，等下我还要开车回家呢。哼，现在右脚怎么拐？你还敢开车？我虽然右脚非脏，但是就没有脏脚。走，可回家？活了脚就不能开车，这样你还能省下很多油钱。好像很有道理哎，走！哎呦我的妈！亲，问你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从前有座山、嗯、叫红塔山、嗯，有条河叫红河、嗯，那有个姑娘叫什么呢？红姑娘。错啦。嗯，红孩儿。不对。到底叫什么呢？咋的了媳妇儿？你说你昨晚喝酒回来都干啥了？我干啥了呀？你回来搂着我一顿亲呢。哦，你这么说我还有点印象啊、哦。你说我以前亲你的时候你那大嘴叉老大了，昨天怎么硬到小嘴呢？你那亲我肚脐眼上了，细硬银呢，怪刺挠的。哦，亲肚脐眼上了，我昨天这么大味儿呢。哎呦我的妈。就要包是不？你要吧，啊、嗯，你就这，你给我撞过来，给我笑一个，我给你买来。我数到3，你撞过来，你笑了，啊、嗯，乐呵的，我就给你买。你撞过来，一，二，三，我，买包。我问你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那视频底下那评论你看了吗？看了，有的看了。那视频底下说让你换个媳妇儿，你咋想的？你换不？我不换。为啥呀？人都让你换。现在娶个媳妇儿多贵呀、啊！我没有钱。你能不能严肃点儿？还有说我没有女人味儿，说我整天像个老爷们儿似的。来，你告诉大伙儿，我有没有女人味儿？有，有女人味儿。那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我有女人味儿？从尿尿知识。哎呦我的妈！哥，嗯，我每年才休息一天。什么理由？我看着你就烦。哦，那你就休一天嘛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有人。你又来干什么？领导，明天我也想休息一天。你又是什么理由？看见你，
我也烦。哦，那明天我不来了，你正常上班。你别笑。美女，加个微信呗。你当着一个孩子的面调戏一位妈妈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你还有孩子？你孩子呢？媳妇儿，咋的了？我这浑身难受啊，媳妇儿。是不是感冒了？我摸摸。哎呀妈呀！咋的了？妈，你摸摸他。哎呀妈，这么烫的！咋的了？瞅给你妈烫的！他把你吓，把你爸吓的。媳妇儿，你瞅给他俩气的。谢谢你的忘情，起所有的好，把我爱在分分秒秒。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，为我卸去所有烦恼，幸福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了今天新闻没？有个女的就在咱小学啊，去给跟别人相亲，那人男的不干，那女的急眼了，上去哐当一口给自己门牙干掉两颗。你说这？